山有成饭菜，这是俗称的排云餐，也是在玉山主峰县唯一能享受热腾腾美食的场所。有菜有肉，菜色不少，山有攀登前7日到10日就先预定付款，才完成供餐交易。早餐150元，午晚餐350元。只不过现在传出山有抱怨，台风期间风山禁止入园，山没爬到，饭没吃到，钱早收了却没退。有的没收到，然后有的有收到，这样但是没收到的，一定会有怨言。所以我觉得应该统一订定一定的时间，统一退费，这样会比较好。问预管处他们到底为什么会这样，有这样的情形，先搞清楚，再跟消防官那边争取。2023年7月24日，杜苏芮台风入侵，一星期后才恢复入园。8月2日起，卡努苏拉海葵台风接踵而至，直到9月7日才恢复主峰群峰县入园，共23天暂停入园。至今迈入10月份，仍有山友没收到退费。业者在官网强调，近日因台风期间退费人数众多，按顺序退费。他们有的是刷卡，有的是转账的部分，这个部分都要一一的去询问清楚之后。 那要再去银行做一个付款的一个动作，所以手续上会比较麻烦，而且这一次的台风可能会影响蛮多人的。出估台风影响约2600多名山友，预管处也开始严拟退费机制，平息众怒。三立新闻吴坤南投报道。